殿下，百里将军那边怎么样了？百里将军说，军中不可一日无将，便连夜带着百里小姐赶回去了。猴子，猴子，除了这些，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些什么。 明香也去了。殿下，属下曾经记得，您经常劝告唐离殿下，还有宁静小姐，珍惜眼前，莫待错过，后悔莫及。如今看来，这些话您应该多提醒自己才是。 去哪儿了？西风告诉我，百里将军连夜带着百里小姐走了。百里明香死之前跟我说，我爹把解毒方法告诉他了。 从来没有想过不要你，我只是怕自己无法给你将来。我以为你不要我了，我就算不要这江山，也不可能不要你。答应我，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。 都不要再离开我，我们要一起快乐的走到最后。好，我答应你。